人家都不要剪了。然后呢，摄影师在你旁边，你稍微让他过一下，你们不要一直卡到他，他就没办法拍。好，就是如果他过来，你们就稍微让一下，但继续拍，在我没有喊停之前不可以停哦。帽子就不要剪了啦。帽子不要剪哦。帽子丢了就不要。